邓亚萍，右手横握球拍，正手反胶，反手长胶，快攻结合弧圈打法。其打法风格的主要特点是反手怪，正手凶，反手长胶能拨能攻能挤能拱，娴熟与巧妙的组合常能为他的正手搏杀创造更多机会。他跑动积极，控制范围大，连续正手攻球的能力很强，杀伤力大，防守稳健。主要成绩：1989年第40届世乒赛女双冠军，1990年第1届世界杯女团冠军，1991年第2届世界杯女团冠军，1991年第41届世乒赛女单冠军，1992年第25届奥运会女单冠军、女双冠军，1992年第2届世界杯女双冠军，1993年第42届世乒赛女团冠军，1995年第43届世乒赛女团冠军、女单冠军、女双冠军，1995年第4届世界杯女团冠军，1996年第26届奥运会女单冠军、女双冬冠军，1996年第1届世界杯女单冠军，1997年第44届世乒赛女团冠军、女单冠军、女双冠军。正手技术分析。近台快攻，邓亚萍近台快攻具有站位近、动作小、速度快、进攻强的特点。她的快攻常与落点变化结合，用以调动对方为扣杀创造条件。她攻球的击球点一般在来球的上升期或高点期，拍面稍前倾，击球中上部，在上臂的带动下以前臂发力为主。击球时腰髋向手臂的发力方向转动，协调配合用力，从而增加了击球的力量和稳定性。邓亚萍在左半台常以娴熟快速灵活的击球变化取得侧身正手攻球的机会，她以长胶快拨斜线压住对方反手，伺机侧身抢攻。在与对方斗反手的过程中，她还会灵活地快变对方正手空当，取得侧身攻的机会。在比赛中，场上瞬息万变，邓亚萍的侧身攻球凶狠无比，反手长胶击球变化多，善于随机应变，有时反手回个短球，有时拨一板，有时拱一板，打得很灵。侧身正手攻球时，有时猛攻斜线大角度，有时快攻直线。他的侧身攻球步伐灵活，启动快，到位充分，时机恰到好处。扣杀，扣杀半高球也称扣杀机会球。邓亚萍用长胶搓出不转球，或在侧身进攻时对方防守回出半高球，遇此种机会球，邓亚萍从不手软，立即果断重板扣杀。邓亚萍扣杀半高球时，左脚稍前，站位近台，引拍时手臂自然放松并弯曲，拍面稍前倾，随着腰髋的转动，手臂向后移动，将球拍引至身体右后方。击球时，当来球跳至高点期，上臂带动前臂向前迎球，同时加速向左前下方发力挥动，腰髋向左转动配合发力，拍面前倾击球中上部。击球后他会迅速还原，准备下次击球的衔接。代打弧圈球，邓亚萍控制球的能力很强，如果对方拉出弧圈球时，邓亚萍先以快带封住对方的进攻。他在正手快带时，左脚稍前，坚持近台，离台约40厘米，向后引拍很少，只将球拍引至身体右前方，拍面前倾，采用高点击球。在来球的上升期，球拍高于来球，击球中上部，借助腰髋的转动，手臂迎前带击，手腕和拍面固定。在快带中，他还有压球的动作，以加快球速和降低回球弧线，有时在快带中只借力，无需发出多大的力量，却会发生四两拨千斤的奇效。他在反手位用长胶快带中站位近台，
迎前借力击球的动作很快，在反手带击中还辅以磕球的动作，以加大回球的下沉。在以快带技术控制住对方后，一旦对方拉出的弧圈球质量降低，速度减慢时，他便发力攻打，带打弧圈球，体现了邓亚萍速度与力量的完美结合。乒乓球比赛不仅仅是力的抗衡，而且也是质的较量。在邓亚萍快速有力的扣球中，我们看到了力，从他那变幻不定的线路、巧妙难测的落点，我们看到了质。正是这种力和质的交融，形成了乒乓球的魅力。邓亚萍的球拍正面反贴胶皮能拉能扣，反手贴长胶胶皮也与众不同。人才是在进行工作，天才却在进行创造。邓亚萍创造了一种新型的长胶打法，她的长胶击球不仅能发力打，还能做出拨、推、挤、磕、拱等多种动作。而且反手击球既有速度，还能取得使球下沉的效果，变化多端的长胶击球常使对手防不胜防。拉球技术，邓亚萍的拉球引拍动作较小，手臂不充分下沉，整个动作幅度不大，但在触球的瞬间，前臂和手腕加速摩擦球体的中上部，能发出很大的爆发力。他的拉球速度快，旋转强，冲力大，落点变化多，与正反手攻球串联组合成了他得分的重要手段。他常在发球、接发球后抢先拉起，为他的前三板主动进攻争得先机。发球技术，据统计，实战中邓亚萍发球和发球抢攻的得分率达70%之多。邓亚萍在长期的训练中，她练就了正手和反手高抛、半高抛和低抛多种发球方法，这里面还包括上旋、下旋、不转和奔球多种变化。得到了发球权，她就能抓住发球直接得分和发球抢攻的机会，拉开或追上比分。邓亚萍的发球主要以长球与轻球结合落点变化进行抢攻，如发无规律的长短球，有左长中短、中长右短、连长突短、连短突长等。邓亚萍的反手长胶在技术上的运用有独到之处，有很大的创新和突破。
他的长焦击球技术能拨能攻能拱能切，而且当他把这些技术组合在一起的时候，球威大增。他的切和攻的结合，长短球和快慢节奏的变化，常常为他的进攻创造了许多机会。他在反手长焦快拨和攻球时，出手快，线路变化多，击球时他敢于用长焦加力，击球时间一般在来球的上升期和高点期，击球的速度不低于反焦胶皮的击球，球过去后却比反焦怪下沉发飘。当对方摆短时，他用长焦搓过去的球短而不转，对方容易回出高球，这样邓亚萍便可两面发动进攻。在相持中，他还善于用长焦挤或挡一板结合拨打，或在发球后进行拨攻，这样的组合造就了他胸怪结合的技术风格。邓亚萍是一面反焦一面长焦，由于他的长焦能够进攻，因此他不是防守型的打法，而是两面攻打法的代表人物。例如他在正手发极长球后用反手长焦抢攻，他还善于在正手攻后结合反手攻，他还能以正反手两面攻连续袭击对方中路和右方空当，或在对搓中结合反手弹击。遇弧圈球时，一般的长焦选手都是以削回接，可邓亚萍却能以快拨切挤回击，利用长焦打快攻。你看他正手拉起后立即反手连续快拨，对方回出高球后再用反手攻得分。这是邓亚萍的反手长焦攻球。
反手代打弧圈球。邓亚萍在反手位用长焦快带中站位进台，迎前借力击球的动作很快，在反手带击中还辅以磕球的动作，以加大回球的下沉。在以快带技术控制住对方后，一旦对方拉出的弧圈球质量降低、速度减慢时，他便发力攻打，代打弧圈球，体现了邓亚萍速度与力量的完美结合。侧挤，当对方袭击邓亚萍的反手时，他会迅速用反手挤一板，改变球的节奏和旋转，在来球的上升期从右向左摩擦球的中部，将球挤擦过去，在挤推后他会立刻转入进攻。搓球，邓亚萍的反手搓球也与众不同，她在接发球中搓一板短球，由于长焦搓球不转，对方回球过高，她伺机侧身攻，她在正手位攻球后，对方袭击她反手，她会迅速回反手挤一板，改变球的节奏和旋转，再伺机进攻。在比赛时，双方在制约过程中一般在反手位的争夺比较多，邓亚萍的反手击球的质量、变化、攻势均优于对方。谁与邓亚萍斗反手，很少能有占上风者，一般多以失败而告终。邓亚萍在实战中战术变化非常灵活，她的轻重结合十分巧妙，例如她在重扣之后先把对方压离球台，然后再轻挡一板，使对方扑救不及。邓亚萍打球不但狠，而且变化多，正手打个长球，反手弄个短的，正手来个直线，反手攻你一板，招数很多，打得很灵。从邓亚萍击球中变幻不定的线路、巧妙难测的落点、加力和减速的交替运用中，我们看到了邓亚萍打球的魅力。这是邓亚萍的剪力挡技术。
结合技术分析。发球抢攻，邓亚萍发球抢攻的意识很强，前面说过她的发球和发球抢攻的得分率达到70%，由于她正反手都能上手，所以抢攻的手段也多种多样。她的发球一般长球较多，这样对方回球往往出台，即使对手抢先拉起，她也能进行有效的反击。她能在正手发球后结合正手抢攻，侧身抢攻或抢拉，并有斜直线变化。他攻得凶，攻得狠，一般在来球的高点期出手。他的发球抢攻的套路有：发对方中路短球后再攻反手，反手发小球后攻对方反手，正手发极长球后反手攻大斜线，正手发中路长球后用反手攻打对方两脚，正手发中路追身球再攻中路追身。他在发球抢攻上手后常采用组合攻击，即正反手两面攻结合侧身攻打成相持后，他善于用正反手攻双边直线，用正手攻直线到对方反手，再用反手攻直线袭击对方正手位空当。他还常采用侧身攻和反手攻同一线路到对方中路，刁钻的进攻线路对手常常难以招架。在实战中，他发长球到对方反手大角度，然后反手快拨，再结合侧身正手攻，这时反手快拨是以压对方反手为主，对方正手位已露出空当，因此侧身攻直线较多。他的直线进攻快速凶狠，他在与对方反手相持中往往转换成两面攻，对方既要防他的反胶进攻，又要防他的长胶攻打，加大了适应难度。我们可以看到，邓亚萍几乎全方位都有进攻点，杀气腾腾，咄咄逼人。正手攻结合反手攻，当对方袭击邓亚萍正手空当的时候，他会迅速移步到正手位发起猛攻，当对方再把球回到反手位时，他会用长胶进行反手攻球。在两面攻的过程中，衔接流畅，线路多变，扣杀凶狠。
反手拨结合正手弓。当对方袭击邓亚萍反手时，他以反手快拨回击；当对方变他正手时，他以正手弓回击。这样就形成了反手拨正手弓的主动局面。反手拨结合侧身弓，当对方连续攻击邓亚萍反手时，他快拨后立即侧身移位进行正手攻球，极大地增强了反手位的攻击力。接发球与接发球抢攻。
邓亚萍接发球以接发球抢攻的得分率达到50%，他在接发球中能抢则抢，不能抢则多加控制。如他在反手位接发球时，运用劈长推挤来为自己下一半进攻创造机会。他反手位接发球还能侧身抢攻抢位，与对方发过来的台内短球，或用正手挑打，或用长焦摆短，再用正手扣杀。如遇右方短球，他会用正手反焦搓一板加转球，然后用正手抢拉，上手后连续进攻，角度越打越大。在久攻不下时，他会突然剪力放一短球，使对方扑救不及。这是邓亚萍接发球抢拉的技术。搓中突击，邓亚萍在对搓中，由于长焦搓球不转，对方回出了高球时，他立即调整击球位置，用正手突击。拉扣结合，邓亚萍在搓球中，对方抢先拉起的时候，他立即进行反拉，当对方回球质量不高的时候，他立即转入扣杀。Thank you.
请看这个球，邓亚萍重扣把对方打离球台后，突然放一短球，使对方扑救不及。三分之二台跑动进攻，邓亚萍的跑动攻球很少退台移动，而是坚持进台，左右快速跑动，力争在进台搏击，解决战斗。邓亚萍曾说过，我愿意自杀，不情愿他杀。所谓情愿自杀，就是拼命在进台攻击对方，哪怕攻不成而失误。不情愿他杀，就是不情愿被迫推到后台撩球，虽然能救起几个球，很可能还会被对方打死。这是邓亚萍快和狠的一面，这种风格的形成主要得益于她高超的步伐移动。她向左向右移动时，一般采用滑步、滑跳步、跨步，来球角度大时则采用交叉步。中近台攻球，邓亚萍的跑动攻球能近能远，近台能攻，中台也能攻，这种前后移动的进攻往往使对方难以招架。